这哥斯拉还没打跑，辐射高校又来了。辐射高校历届玩家打到的最高层都是多少层呢？给你们看一下秋日森林的历届排名。 S1 赛季最高层72层，第一名专攻上山路。 S2 赛季最高层107层，第一名幽灵堡。 S3 赛季最高层134层，第一名一剑破天。 S4 赛季最高层152层，第一名依然风清。 S5 赛季最高层149层，第一名依然风清。 S6 赛季最高层174层，第一名宝贝。4月8号我们将迎来辐射高校 S7 赛季，辐射高校楼层将提高至190层。那么你能打到多少层呢？我觉得我那个林克号呀能打到150层左右吧。同时呢，这个救援事件升级为了高校秘屋，有3个神秘的秘屋等着我们去探索。